来就是你要帮唱，但他现在下台，我突然觉得有点孤单。但是我怎样安排他周围朋友，你们不会让我孤单，对不对？是吗？刚刚有说呢，今天除了咱台南在地乡亲，来这边乡亲也唱一个，好吧？自细汉看我大汉的，咱这的乡亲是我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哇，谢谢你们，谢谢。啊，还有哦，差不多一半，啊，还有将近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朋友是为倒位来的？不要俊宏问过对不？啊？来来，灯牌举一下好不好？灯牌举一下，告诉大家你们是从哪里的？苗栗，我听是什么东呢？台东哦，台中，竹东啊，哇，真的太感动了！大家今天呢就唱来排队，名片了对吧？但是呢，什么？你有没有看我？因为杜家俊宏在台顶，我拍摄吗？伊就来了吼。请问今天你要来看我的眼睛？咱卖互伊知影，咱常常我眼手的吼。哦，是啊，无介侪差不多四分之五拢是没有啦，我们俊宏也非常的棒。那毕竟要么就只有机会，所以不仅敢恭喜，可是呢也很少机会呢能够在台上呢同台的一起合唱给大家听。希望大家温度加安排，网友们听了会喜欢，好不好？接下来我就带来我自己独唱的歌曲，该手机修光了，因为现场的朋友虽然你们戴着口罩，但是呢我知道你们脸上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所以我带来这首《天好的滋味》，谢谢。那我知道我的手机在哪里直播，这边吗？好，要不要拍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这个灯光可以拍吗？来，我手机啊，今晚你直播哦。Yeah.
的滋味。咱每一天拢想着家己，啥物啊？幸福、快乐、平安。说他有十八岁的尖叫声，是我不能输他，我一定要赢他一点点。来，直接换十七回尖叫声。耶、yeah! ！哇，你知道，慧玲是台南安定的，对哦。你别用你的角度，在地铁的主人家，好不好？主人家。对对对，邀请我们全台湾的，是台南有什么好玩？盐水有什么好？邀请大家来这个地方玩。其实台南呢，我觉得台南的族，卡扎的形容一个古色古香，非常有文化气息、艺术气息的一个城市。是。那呢，为什么呢？我的故乡到今嘛，啊，搁到呾，我的厝里的人呢，啊，搁住在这块宝贵、这块家里珍贵的土地上。因为呢，其实我从小在这块土地长大，我觉得呢。台南人的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满满的亲切，亲切啊，搁人情味。包括到今嘛哦，有一寡吼，迄个粉丝啊，就是我忠实的粉丝，爱是为我而来的。然后他们常在电视上听到我说我是台南安定的囡仔，啊，伊大概吼，就问嘛，问讲啊，大概到底倒是真，倒是厉害的吼。去到我去的时阵是厝做侪过来囡仔，无光亮亮，在对一边是社会领导。即马吼，伊凊彩抓一个人来讲，即阿伯啊，即有一个吼，啊吼，我恁总有一个咧做歌星，叫做社会领吼。啊，我上久无来啦，啊，袂记讲因兜后面怎行啊？吼，安尼哦。我不知道，怎么穿？你干嘛去？去内底提一个我来收钱出来。哎，哇！伊是甲你报讲咩行？比较在意你，你坐到门口，来啊，这个是消费的。对，我觉得因为呢，我们台南的乡亲朋友就是，大概就是就是很牛哎，很淳朴。然后呢，也嘛未想乌也拜的去啊，就欢声拢想特别的啊，就乐观呢。就是热情。对，就是热情。然后你看嘞，你家门咯吼，起来啊，今天报道来呀。就带给你啦。这个是十九的林金碧。对。所以为什么呢？我会觉得我住在台南。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台南，我是台南人，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骄傲。对啊，我去到台北，我嘛是讲啥讲啊，我的位下港，我位台南来的。对对，这完全没有什么好客气的，而且这一块土地的，你知道吗？嗯，台南的文化这不在话下，是台南的美食、小吃啊。就在刚刚，我朋友拿了两杯那个在地，就是旁边卖的那种冬瓜茶。哇！我第一次喝到这么好喝的冬瓜茶，很纯，对不对？就在这里，没有任何添加物。对，然后还看得到冬瓜块。对，你带我回来，我进去会真正都喝你们。所以台南的美食文化完全没有任何地雷，走到哪里拍到哪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你们说是不是？真的是太棒的一个地方了，掌声鼓励一下。哎呀，被出奖牌了。风炮，而且水风炮，那些特色文化，对啦。对。今天有参加过无？我无参加来过。有来过，我叫大点过无？享誉全国，因为拢知影。对。可是你知道讲到我们讲回那个惠玲吗？其实你有到小琉球？小琉球是外国用啦，我是外国啦。有有有。对啊，那个晚会也是我主持的，我们一起看那个烟火这样。那你知道我想到向慧萍，就想到这个故事，这个深埋我心中很久了。真的吗？很久吗？刚很久。很久还是很久？很久很久。啊，很久的，很久的是那个女生。啊，真的。对，我感觉这构图是金价或是你，谢谢小薇。我有一个朋友女生，她非常暗恋我另外一个男生的朋友。她就是暗恋到她一点。就尬伊个啊，所以你若看到伊含别个做伊阿咧开讲，伊就足艰苦个。但是伊阁毋敢甲伊告白，所以伊刚伫笑个，你阁看到伊尬个查某囡仔，阁咧含查某囡仔伫安尼讲来讲去，感觉好像很亲密安尼，伊就足艰苦，足艰苦。然后他就冲回家，在他的那个我们之后真的在他的日记本找出来，对，他上面写什么你知道吗？伊
琼登一组文，下一个日记，爱你爱到超过失去失去控制。哦，哇，关心男一真哦，爱你爱到超过失去失去控制。原来我的歌词常常出现在大家的日记。然后我们看到日记的时候，还念他说：“阿林的下一个你也没下一个你，你这几款怎样写下回你的歌词的那个？”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他看到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在聊天，那个女生是我。哦，不是啊。就是他，但是还会想起，欸、就是难过的时候还会想起我那首《爱该强》。对，他用你的歌词来表达他的，写在他的日记里面，你看你影响多深入。对，所以你知道这一路哎、欸，你没有认真算过，你大概是八岁出道，现在出道几年？这么难讲几年？没关系啊，因为现在年纪都不是秘密了。嗯。我十九岁时出道，那时候爱该强。哦我十九岁时，还搁伫高雄文藻在读书时，啊，我就去台北安尼出唱片，就有点就是。所以爱到超过是十九岁。十九岁时阵。哇。哎呀，无久啦，五年前尔。哈哈哈哈哈。你刚不是两年，你十九岁。没有啦，这首歌已经，就是这首歌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你看会出来，我告你刚看会出来。完全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首先已经五十岁了呀！我跟你讲，女神是看不出任何年纪，年纪也不是重点。因为我都怎么样保养我的喉咙跟我的脸？用唱歌啊！哎，人家讲唱歌心就袂老。现在很多爸爸妈妈都很会唱，拢在迄歌唱班底学对无？爱唱歌的耳心歌，你心就会永远保持少年。而且你这样唱一首歌，可以消耗100到120卡路里。对呀、啊，你看我们刚刚好像去跑了那个马拉松一样，流那么多汗，很夸张。我们今天我觉得今天在现场朋友真的太幸福了。对、啊。我都喊阿听，哦，我接两个冷气，喊阿吹。我本来想讲，反正就是放电，我嘛是放冷气。结果冷气只要一滴啊，那是不是破阿声好难？对。大家去政府的舒舒服服的在这个地方。音乐会让大家呢来这边呢，就是享受在音乐的氛围里面，就对，真的太棒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女神唱歌，好不好？能够听哦，啊，是要等你困啊？哈哈哈哈哈！等你困，我要困啊，啊，是要听啊？要听哦。要听的时阵，十七岁金色生活的孩子，掌声欢迎夏慧玲。谢谢，给小朋友。很喜欢前几年加入豪记唱片所推出的专辑的歌曲《为 New A 把赛上的台北》，谢谢。来，那记得玻璃窗外的朋友 ，Hello， 你们好，你们也可以来点尖叫声，好不好？来，隔着玻璃窗的尖叫声，很棒哎，你们，谢谢。
今天去酒店拢袂流汗。小姐姐，真的爱你。你结婚了？还是你要先跟这个姐姐报名？红线，好，因为那个叫啥？红娘专线哈，加魏家报名。哦，比赛哈，仅此于此，爱上我的歌声，对不对？对。好，我也很开心呢，能把我啊。哦，爸爸妈妈，所以他们在家里今天没有来。那你把这份喜悦跟你所得到的感动带回去跟他们分享，好不好？希望爸爸妈妈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好不好？谢谢，谢谢。那其实哦，现今天现场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啦、爸爸妈妈呢，真的呢都喜就爱听台语歌，然后长期以来呢，对我们台语歌的文化都非常的支持。感谢有恁的支持，我们才能够呢，阮家的台湾囡仔吼，才会使继续把台语歌唱落去，延续下去，继续把台语歌的美发扬光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台语歌的支持跟爱护。歌手来呢，刚才呢，俊宏有带来一个《红楼梦》的主曲，对不对？我现在带来的洪大哥的歌坛情侣江蕙二姐的主曲，有主曲，我蛮爱有主曲啦哈，到了没？你有看想要听我的主曲吗？我来带来了一个江蕙二姐的她早期阿哥五年近期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把它串成一个主曲来送给大家。因为时间呢比较长一点，所以呢我今天有带来小礼物要，也有刚到的朋友哈 ，Hello， 欢迎欢迎。今天有带来小礼物要送给大家，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扇子，哈、哦，跟大家各家说 ，and say and 呐，啊，但是呢大家呢，啊注意哦哈，爱在你座位上，然后不要站起来，然后我请我的请我的小帮手把礼物送到你们手上，好不好？带来这个江蕙的主曲送给大家，谢谢。
来，小舅舅，跟着我节奏吧。
谢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朋友，来啊，剩下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有没有？是的，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棒的台南之旅。再次谢谢我们的向外。